累了。那第一位是阿圭治的施旭峰，请问施旭峰有在吗？嗨，你有投影片吗？那你要直接裸讲喽。啊，欢迎。啊，那接下来下面两位，第一位是徐伟言，徐伟言先生是 Jason View 的徐伟言，还有一个是唐凤做什么的宇昌。请宇昌来前面报道，谢谢。啊，嗨，大家好，那个我是阿圭治的，好，大家不要以为我好像在里面很受欢迎，你知道上台的通常都是不受欢迎，没有。我们刚刚就是决定请那个今天吃最多的人上台报告，那就是我了。OK。好，那我再讲一下阿圭治今天的一些努力，就是我们现在把那个阿圭治相关的 Hack ND 都开起来了，包括就是在系统设计的方面啊。那因为我们就是之后我们会主要是使用 App 的方式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算用 REST， 然后前面会用Android 跟 iOS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今天就挖了三个坑，一个是 Backend 的坑，一个是 Android 的坑，一个是 iOS 的坑。然后这三个坑的那个 Git repository， 我们现在都把它建起来了。然后所以之后呢，我们就实际就是农友访谈农友，就是由码农去访问真实的农友，然后把他们目前他们可能使用的情境跟一些习惯，然后我们把它画下来，就是做成了一个手绘稿。然后这个手绘稿就之后我们会再修改我们之前的 wireframe。那这大概就是目前那个今天阿圭治的部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是 Jason View。